体验的过程中，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因为它可以跨越不同的时间轴，所以我觉得在故事线的叙述上，你可以感受到说巴黎圣母院它其实是一直不断演进。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应该是刮窗的时候，是真的会整个鸡皮疙瘩。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那个天主教徒，所以从上往下看被烧毁的十字，觉得还蛮有感觉的。各个场景都真的是如临实境。我觉得很棒的是说，就算你去巴黎，你就看不到这些风景。这位导览员非常的尽责，然后把整个故事、整个巴黎圣母院从无到有讲解得非常非常清楚。世界巡回首站，永恒圣母院 （Eternal Notre Dame）， 永恒圣母院。就在高雄科工馆，就在高雄科工馆，欢迎来体验。